汽车医生小轱辘，这是小轱辘医生的车库。他在这里，他在室外喂鸽子。小轱辘医生，第一个客人来了。这是一辆蓝色的垃圾车，它非常非常的大。垃圾车，你怎么了？你看起来很沮丧。你厌倦了你的工作吗？我有个主意，我们会把你改造成一辆自卸卡车。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车斗来替换你的垃圾集装箱。像这样。你感觉好点了吗？挖掘机会为你装满泥土。喜欢你的新工作吗？现在你可以走了。我们到了，现在抬起你的车斗。自卸卡车又来找小轱辘医生了。怎么了，自卸卡车？你不喜欢这份工作了，是吗？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把你改装成一个混凝土搅拌车。先卸下所有不必要的零件。装上一个巨大的混凝土搅拌桶，它要一直旋转，不让水泥凝固。一切都完成了，混凝土搅拌车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喜欢你的新工作吗？混凝土搅拌车正行驶在工地上，它要去浇筑水泥，建筑商将用它铺设新房子地基。不同的车可以完成不同的工作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观看新的节目。